第72集，道门地宗。你在哪里？许清安盯着镜面愣了半天。啊，镜子说话了，他是有自我意识的宝贝。九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镜子叫九？哎，不对啊，如果是镜子的自我灵性，那不会问出你在哪里这句话，因为我和你睡在一张床上呀，天天同床共枕。许清安盯着镜子陷入沉思，他在思考着四个问题。第一，镜子是什么宝贝？除了收纳物品之外还能接收信息。第二，这是信息吗？如果是，那么是谁发来的？第三，老道士是谁？他为什么要把镜子赠予我？第四，我该不该回应呢？谨慎起见，许七安秉承着只要我假装没这事儿，那他就不存在的思想，默默收好镜子，不打算回应。而且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，来到院子里，把头埋在水缸里浸了浸，用汗布擦干，许七安离开小院。他已经加入打更人，但正式上班时间是后天，打更人衙门要为他准备制服铜锣，时间还早，午时下两刻。许七安先去了一趟长乐县衙门，向同僚和朱县令通知了自己成为打更人的事情。朱县令这边已经得到消息，因为打更人提前从长乐县衙取走了许七安的户籍。许七安和同僚朱县令约好晚上一起吃饭，既是告别宴，也是庆祝他升官发财的贺宴。地点当然是选在距离县衙不远的小月馆，官场交际，青楼是首选。在此之前，许七安打算去勾栏，边听曲儿边解决午饭问题。告别宴从申时开始，一直持续到酉时三刻，席间朱县令窥探。你呀，你我是长乐县衙门出来的人，能成为打更人是我们长乐县的福气，本官以前啊就很看好你。他顿住，举起杯一饮而尽。如果我能继续往上爬，朱县令大概是我官场上第一个相当可以信赖的人脉。许清安议会也跟着饮尽杯中酒。结束晚宴，衙门的快手们都没来，老鸨喊来一群青春貌美的姑娘带到雅间供官老爷们挑选。啊，姿色还不错啊，搁在我上辈子就是会所嫩模排成一溜。许清安摇摇头，尝到福香那种美人的甜头后，寻常女子他有些看不上。许七安把朱县令和快手同僚们安排妥当之后，离开小月馆往家的方向走。来到院门口，发现锁被打开了，屋子里透出烛光。二叔来找我了。许七安推开院门进了屋子，黄昏的烛光里，穿素色长裙的少女坐在桌边，单手撑额，琴手一点一点。许七安立刻扫了床边的柜子，见没有打开痕迹，心里略松口气。啊，或许我可以考虑用英文写日记。他走过去，轻轻地推醒许灵月。嗯，大哥去哪儿了？许灵月睁开眼，美眸迷惑了一阵儿，继而泛起喜悦。他尖翘的瓜子脸在烛光的映照中像一块温润的暖玉，没有瑕疵，眸子里则闪着光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他细声细气地说。大哥怎么没回家吃饭？爹说大哥肯定是逛青楼去了。二叔你可真懂我呀。没有没有，只是正常的应酬，我去了打更人的衙门，所以请同僚们吃饭。不过二叔会这么认为也正常，正常的武者呢，好不容易踏入炼气境，憋了十几二十年，肯定要千金散尽才肯罢休。大哥喝酒了，既然已经吃过了，那我这就回去，厨房里还热着菜呢。许灵月听信了大哥的解释，有些开心地笑了。
许清安有些感动，这个家里除了二叔，就这个妹妹对他最好。天黑了，出门走夜路到底不安全，大哥送你吧。许凌月没有拒绝，从小院出门到徐府正门大概有两三百米啊，若女子孤身独行，确实不安全。但他没想到，许七安带着他来到院角，揽住盈盈一握的小纤腰，腾空一跃，竟然选择翻墙。脚尖一落地，他便急晃晃地推开许七安，细若蚊蝇。多谢大哥。目送许凌月的背影消失，许七安纵身一跃，回到自己的院子。这时他又产生了莫名的心悸，掏出怀里的玉石小镜，洁净的镜面缓缓地浮现一行小字：你在哪里？许清安皱了皱眉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消息一而再再而三地汇过来，不解决总觉得是个隐患。许清安背靠着墙壁思忖良久，决定回复信息。回复的理由有两个：一，镜子现在终归是他的所有物，如果能彻底摸透镜子的功能和神意，对他来说是有裨益的好事。就好比你明明手握 AK-47 却把它当作拐杖挥舞啊。第二，他怀疑这条信息是那位老道士发来的，如果是这样，他就能顺势弄清楚对方为什么要把宝贝送给他。未知的馈赠终究让人心里不安。许清安尝试语音输入，在洗澡，洁净的镜面没有变化。许清安换一种方式，以指头代替笔，在镜面上写下这句话。神奇的一幕发生了，镜面浮现一行字体：呵呵，在洗澡。哎呦，通过触碰传递思维，三代表的是我这面镜子的序号吗？对方是九，他也有一面镜子。你是谁？许七安没有回答他，对面也陷入了沉默。过了几分钟，再次传来信息：金莲师兄在哪儿？是死是活？你怎么得到这面镜子的？你是天地会的人？哦，金莲师兄应该是那位赠予我镜子的道长，这位九号称他为师兄，两人是同门。天地会，怎么异世界还有反清复明啊？大致摸清楚对方身份后，许七安松了口气，一指代笔输入信息：我不是天地会的人，这镜子是一个老道士送给我的。你怎么证明自己不是天地会的人？给频道报上姓名。许清安有一种听友问你要收货地址，要给你寄刀片的感觉，他本能的抵触，没有答应。道长，我只是个无名小卒啊。过了一阵儿，送你镜子的道长身在何处？不知道。许清安发完，静静等待，看对方会说些什么。频道子莲，那位赠予你镜子的道长便是贫道的师兄，这面镜子是我们地宗的法宝。哈哈，既然师兄把镜子赠予了你，想必阁下也非普通人，想必听说过我地宗大名。抱歉，一无所知。那边沉默半天，不见情绪的回复。道门分天地人三宗啊，原来是道门的人。许清安精神一振。